會啊，今年大哥都會一起去，係兩個一齊去，一個啫，大哥去啫，係啊係啊，係、啊。我估佢感受都幾深嘅。佢最大嘅一個 message 咧，佢話俾我聽，佢想同學仔知道就係、是，當你可能喺條街度啦，或者當你喺一啲即係地方啦、社區又好啦，你見到呢一類型嘅小朋友嘅時候咧，你千祈唔好用一啲好奇怪嘅目光望住，因為其實佢哋都係一個好正常。即心靈好健康嘅小朋友，我個人仲好地地喺度放心，摸下我係好暖嘅，唔係凍嘅，又唔係凍。哦，因為咁做嗰輪學時候飛係停咗嘛，係啊。係啊，但大家可以睇下我其他嘅工作嘅。今年咧，我係不斷飛啊，咁我就係反而多咗一啲機會，就係拍旅遊，即係網上一啲嘅旅遊節目咯。同埋其實都有 keep 住，如果譬如出面嘅廣告啊，或者係 MC 嘅工作都有繼續。係嚟緊都會有泰國嘅旅遊節目會出嘅，同埋都會有一啲飲食嘅節目都會出嘅。係都喺無線嗰度嘅，係放心放心，多謝大家嘅關心，但係好感激你哋。